安。我们一路拼死奋战，算不算抵抗？那些沉默的人永远没有资格谈遗憾，尽管渺小不堪，也要去冲破阻拦。如果你曾心有所盼，就不要轻易退场。只要你想到达彼岸，世界都为你则冷眼旁观，是否也算是对阴暗的推波助澜？就算前方遇到多少艰险起伏又跌倒，也要时刻清醒，不能兑现状。